往往是非常善于做这个地面的传导配合。哦，这个球没有传好，哦，被抢走。这边 Futuren 没机会， Futuren 没机会，两个人。啊，礼貌！左边礼貌把这个球给踢进球门。这个球对于名传来讲就很严重了。对，也非常糟糕的，在禁区外面发生这样的一个失误，球被礼貌给抢走啊。当然，刚刚那个球礼貌即便要传球的话，那对于福特来说这个进球的机会也是相当大，不过在左边他那边有机会，自己也就起脚了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礼貌是攻进本季的第五颗的进球，但这个球名传自己的后防线呢，在做传导的时候真的是大意啊。礼貌突然的跟队友一起压上啊，是接到了这一球。对，那礼貌呢，本季的第五个进球，他也是全队到目前为止呢进球数。